吗？没发现抓的蜻蜓就飞不了了吗？放屁？怎么放屁了？你蜻蜓你也时间长了，那个翅膀它就飞不了了。那种大蜻蜓能飞啊，就是那种绿色的大蝇子那个那种大蜻蜓它能飞，小蜻蜓你抓了就飞不了。全军出击！那是我捏的，我没给它捏断，它翅膀好好的，我没给它捏折了。哎呦我！你干啥呢？哪有电刑跟征服者打的呢？再推一波吧。我说实话，这兵线没进去。再见。来个耀光吧。其实中单猴啊，最好是先出提亚马特。但是这875这个东西，875这个东西太贵了。我以前抓蜻蜓都是那个，但现在别抓蜻蜓啊！谁抓蜻蜓把这手给他打断，那是益虫。别抓蜻蜓，抓蜻蜓就没有昆虫吃蚊子了，明白没？虽然这玩意儿不犯法，但我说实话，地球的环境已经容不得大家继续的糟践。什么蛤蟆、蜻蜓，这都别抓。抓蝴蝶，蝴蝶这还蝴蝶你也别抓，抓什么蝴蝶？多大了还抓蝴蝶？20多岁了吧，还抓蝴蝶呢？现在的天气呀、啊，已经跟以前的那个现在的环境跟以前的这都比不了。我上小学那全是蜻蜓、蜗牛，现在连个屁都看不着，连屁都没有。你说这环境是不是不行了？爱护环境，从我做起啊！一走，你能吗？你还敢交易打我，兄弟？我这叫征服者，我的满城征服者，你敢把易交了过来打我，那他就上当了。这波思路稍微要清晰一点，首先先打劫。然后呢，先跑蜘蛛，如果交易，这边的劫还是可以杀啊。等他一会儿，他刚才不刚把影放了，直接闪出去也可以，直接出去也可以，直接出去吧。EQR 转起来 ，W A 接一个
哎呦，我这波我的鼠标还是哎啊，没操作好，没操作好，那 Q 不知道怎么回事没 A 出去。右键没点着人儿，嗯，右键没点到人儿，换了也行啊，换都没换了。虽然说这劫也不太值钱，那蜘蛛怎么回事？那蜘蛛是不给你点面子了？蜘蛛一回了啊，一回完事以后又搁右边出来了。这蜘蛛，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非得要野我？你说你为什么不野野别人？为什么非得要老野武？为什么非得要野我蜘蛛？为什么？这姐好害怕呀！其实我说实话，现在他上来我打不过他，我们得回家了。我就只是装，你知道吧？我装的我好像是不怕的，但其实我就是我是有点怕的。我们很脆的，他 R 一我就死了。但是我们从根本上的气势就已经压制住他了，知道吗？不好杀了，他已经开始猥琐起来了。他也不想着杀我，我发现，那我们也不着急嘛。他不想着杀我，我也不想着杀他，反正俺俩就发育呗。我要能限制他发育一会儿，我就限制一会儿。左边有蜘蛛，可能，无所谓，我都不上。嗯，炮车直接不让吃，让吃想吃就给我交影。直接现在平 ANS， 如果哪一波我们找到机会了啊，直接 W 出去。他们家现在是劣势，他玩一个劫，如果他都没有优势，那么这个英雄相当于一点用都没有。现在我就在等着蜘蛛了，看这蜘蛛什么时候赶上我们。那蜘蛛也不来，跑下路去了，找他去。这E能E了我，我寻思他会往左边E呢，没想到他能往下边E。谁的闪呢？谁闪现了？怎么会有人闪现了呢？谁呀？
维恩的闪现呢？那维恩过来干啥来了？维恩打起来了，打起来往下赶着就，让对面根本没法打，知道吧？打起来就往下走，直接给他压力。那火蓝，这女警的闪现闪的，我操！那杰根本就没办法下来，拆中让他拆吧，打野守一守，我们去拆下。那打野为什么不守塔呀？你这不守塔多好啊！再推一波吧，反正我也没事干，我不推线干嘛呢？还能吃波炮车。为啥不杀呀？你咋不 E 他呢？躲一下 W 啊！这拽回来咋不 E 呢？他为啥不杀呀？能瞪回来就杀呗，这有啥好怕的呢？我跟你旁边呢，别怕。他们家上路是少个人还怎么回事？你能打过他铁男吗？你不打铁男，我来打你来了，小金猪，好闪。把他蓝打了，蓝打完插个针眼，这铁男有点厉害啊。他也不跟我们打，这玩意儿不好杀。你像这种英雄，除了远程飙一飙，就是放影，不好杀，直接往下走来，一直往下走，让他杀不了的机器人，就无形之中我们给他们的压力就是巨大的，知道吧？这波蜘蛛在野区，杰在野区，我要拿双杀。蜘蛛人咋没了呢？蜘蛛人没了，我可吃你鸡儿了啊！他搁中路补来补去，没我们等级高，为啥呢？因为我吃野怪。
好了，回家了。哎，我的下路，下路放峡谷先锋啊！等一下啊，我马上到。我们这波需要往下赶，这塔不给他们。点炮来，可以打来。你就不能勾引一下吗？你说，我这波都到了，你就让他捆呗，你让他捆他妈全死，这不让捆，直接全跑了，真难受。跑啥呀？三个打两个还害怕？这有啥好害怕的？300块钱，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这个杰到底在干嘛，他对他们家就一点贡献没有，除了推就是推。我也不想着杀他，累在中玩你就玩吧。不过下边俩是真不省心，去这么多趟啊没用，但是还是死。中路塔没了。他拆这么多波，我中塔不如我拆一波。这火蓝又来了，来等他一波。哎呦我双 buff， 这真好，这双 buff， 哎呦我双 buff， 峡谷先锋打没打？没打。你打啥问号啊？你说你他妈一个优势角的开眼，你打了19分钟，身你变不了，你还点呢？舔个大脸搁那点呢？还你点啥？不爱说你都，优势局开野11分钟不变身，你有个屁用！我放个屁都比他有用。我好勾。哎呦我操！我操！这女警杀害呢？哇！这都是些什么呀？没有虚区吗？
为因又起来，起来起来吧，为因没用。由于我们目前是收集者猴，为因起来就起来吧。但这英雄就是这么好起来，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。斗战圣佛爱孟婆名可以啊，这红我不可能给他，就这个红 buff 他不可能能要得了，知道吧，不可能给他。以他上边的表现来讲配不上这个红，不配。还有就是我们一直往下走，他还能让人给双杀，他也不配，他配不上这个红 buff。 我们赶紧去下路推线，铁男打不过维恩。二塔没了，我不推了，你这推不了，死了吧，吧。哎呦，我收集者，外塔全没了。对面现在我们家推了对面六座塔，对面推了三座塔，就是外塔嘛，直接去打大龙。这种时间点就赶紧去打大龙。先去打个蓝，打完蓝回家收集者，收集者完事打波团，打个大龙，打完大龙直接一波游戏结束。走了，回家了。现在我差五十块钱怎么办？打个三郎吧。等啊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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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，勾他，好勾。不回家了，直接打来，打开龙，中间峡谷先锋不开龙，唯一要去打小龙，你觉得你打得了吗？啊，你觉得你打得了吗，兄弟？650，他赚了呀，他650块钱，我们300块钱可以接受。对面没有维恩不可能打得过，因为我们家铁男是优势，那没有人能打得动。还剩个蜘蛛，打不了，慢了。其实慢不慢也三杀，也三杀不了。那猴现在伤害就这样，不够，伤害可低了。那猴虚区特别低，虚区不够啊，跑得慢，虚区低又脆，三种集合到一点，形成了这个英雄是倒数的。只能到 T6 了，我决定来个春哥。可是开团好，你想，你跑得慢，你咋开团？你蓄区低，你给人刮痧，人家开团，人家理你吗？你脆打你两下是不是死了？一
别抢人头啊！我跟他打的好好的，皇城 PK， 他正好跟我打。你大爷！杀一个！你们守上路，我就去拆中了。中路都没防御塔了。这蜘蛛还整个美甲窃魂卷呢。再见，不打了。有没有人救一下？你干啥呢？快给我加个血，他有点炎。可恶的点炎。女警人死了。女警死完，机器人就得死。机器人死完，维恩没死，维恩没死，铁男就得死。所以我们还是得杀维恩。哎，为什么这波中路我都拆掉了，却没有上路没拆掉呢？知道春哥这个梗应该最小都18年了吧？2018年啊！2018年也没几岁呀、啊。打个蓝去吧。信春哥，嗯，关键都是一直都这么叫，后边我估计他们不知道是啥意思，也都一直叫春哥。给我收集者了。哦，武器大师没有闪现。威严追我的没有人吗？杀威严，别杀蜘蛛。佛了，刚出炉的春哥呀。嗯，这怎么办呢？我想想啊。出点什么装备呢？出右装指定是没用了，这现在这就不能出右装，这就得死命虚虚装。来个青雨吧，没人没人管，那 AD 菜呀，那一女警，你说这装备打不过维恩，他刚才还没有这个呢，好像，那咋整？让人钉墙上射死了，那怎么整？那旁边还有个辅助保他，都没保住。大龙吧，我们是自己拖了这么长时间，还秒掉对面一名火蓝，然后还把杰大给打出来了，好像还。那再打不过，那也没办法。不过其实还好啊，还好。维恩没办法封神。因为有我，把龙给我扛一下，
吸点血。我估计打个大龙就再怎么菜他也能打得过呀，是不是？那蜘蛛干啥呢？那蜘蛛这飞天是挺有意思的。推中来走，直接推吧。那有女警尖塔，我就想知道那队友到哪去了。这武器大师他妈，我是给一点脸了，我发现呢，这武器大师啊，四打五还敢往我脸上跳，这还打不过？我不信那个劲儿了，还这还打不过？果然是打不过，我操了，他妈的四个打五个打的。下播吧，下播还得刷微信，全是弟弟。微信下播我刷，凯隐跟我走啊，凯隐跟着我点吧，我有闪现下一波，不用。你关别人，你千万别管他啊！那铁男千万别关那维恩，你关那维恩出来以后，他出来以后我们都没技能，更打不死，千万别关啊！这种情况下，千万别让铁男去关那维恩的，我就杀了他就完事儿。跟我走来，跟我走。他要一关完事，维恩搁里边舒舒服服把铁男一点死，完事那铁男叮一下他出来，我们谁也打不死他，完了就直接走来，我们有机器人直接抓，往前走来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机器人往前走，机器人走的咋那么慢呢？那机器人，机器人别怕呀，机器人你随便拉，你拉完我们这波我有闪现的杀，那维恩不随便杀吗？机器人随便拉一个，直接推来，直接推中，推中，推中，推中。让他推，没事，让他推。你继续推，对，你随便拉一个来，随便勾一个，对，随便勾一个，好勾。先打来。这个抠，我操了！这抠，为什么那火蓝的抠，这个抠能抠中我呀？我操，好假呀！这女警也太菜了，我操！哎呦我天哪！还好你把他砸死了，家没了，快守家呀！家没了。家没了，那女警为什么最后一波不点了呀？哎呀我的妈呀，我脑袋都疼了，真的。那女警也不知道干啥呢，你说。哎，他为啥点脸上不点了，是啥意思呢？因为什么呢？